Hello， 各位好。咁啊，我哋而家咧就嚟到 Clifton College 啦。咁呢一间学校咧，大概系1846年左右建成啦。咁亦都系喺 Bristol 咧一个非常非常出名嘅一间学院嚟嘅。咁你都见到啦，嗰啲建筑咧真系非常历史悠久啊。咁我同大家转一个圈仔先。咁啊，嗰度就有个草地啦。咁啊，呢一度都系啲课室啦。咁啊，成个建筑咧都系用翻 Bristol 当地嘅石嚟做嘅，咁所以真系可以感受到呢一个叫做英国嘅历史气氛。咁关于 Bristol 啦，咁 Bristol 大概咧就系英国嘅东南西北西南部啦。咁如果你系机场过嚟嘅咧，大约就系两个钟左右，咁其实交通就非常方便嘅。咁啊，附近咧亦都有好多历史古迹啦，咁啊包括咧就系 Bath 嘅 Stonehenge 啦，或者你可以上去 Chelsea 咧，亦都系非常方便嘅。咁啊，我而家咧就开始呢个 tour 啦，即刻见。Hello。咁樣咧，其實我哋就去咗佢哋其中一個 boarding house， 嗰個咧就 Oakley 啦。咁就係原本係個女仔 boarding house。咁大概佢哋嗰個房間咧，就係四個人 share 啦，三個人同兩個人 share， 廁所都係共用嘅。咁啊，喺我嘅身后嘅位置咧，咁就系佢哋嘅将会嚟嘅班房噶啦。咁啊，呢一个系个篮球场啦，咁即系佢哋放学之后咧，就即刻出嚟就去运动啦。咁就而家食完饭啦，咁啊就而家去睇埋嗰个sports hall 嘅。